下腰捡起垃圾，校长亲自示范怎样呵护环境，让孩子们学习中也可以去付出，而且可以引导整个社会大众一起来爱护这个环境。疫情松绑，台南慈济高中小学部特地邀请亲师生一起到海边进滩，就人用垃圾，然后把它，然后最后的时候跑进海里面啊。今天捡到最多的是什么？保特瓶、瓶盖、保利龙。学生更当起了环境大使，向游客宣导减速重要性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，非常的好，尽量不使用塑胶袋。带了什么东西来，就要记得要把它带走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减少使用塑胶袋，也不要把垃圾随地丢弃。尽管进滩过程人人满头大汗，不过学生也从中体会到，要让生活环境变好，唯有从自身做起。大爱新闻之声美智工潘于珍、方启明台南报道。